接下来有请今晚集体表演的第三组工作室。我们现在中国就是这么强大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欺负我们。 这一组是在整个四组里边最具有挑战性的。目前积分垫底的是 Three Five， 挺讨厌自己今天晚上的表现的。我这个哥哥带领的做的有点真的是不好吗？接下来下半场是我们的联盟合作秀，每个赛道最终总分数垫底的那个工作室。 将会有两个人离开这个舞台。至此，今天晚上合计将有三个追光者告别追光之旅。最终结果呢，现在已经在我手中了啊！我将按照信封的内容读分数，宣布最终淘汰的人是。